今年是台南市百年，全台南各地69型多元的庆祝活动，其中南市妇乐研究所负责成立的晴天坊甲庇护工厂，嘛运用着台南四百元素，做出济济创意作品。10月19日，这款商品将会伫南势图文创园区来展售。在10月19日的下午1:30，在南势图。特别举办了一个台南四百情意澎湃的一个好礼必选的一个文创市集，那我们现场也邀集了我们的晴天坊的一些创作伙伴以及我们的庇护工厂到 现场来设摊，那总共有21个摊位。就根据这次本次市集的地点特别选择南势图，是因为这个所在的建筑本身古融合，展现出文化包容，就参像劳工局服务的弱势劳工，唔惊困难，行出家己的创业路。南势图本身就是一个蛮多的一些文创的一个创意的一个场地场域哈，那所以我们非常的欢迎我们的市民朋友或者是游客，在10月19日的下午1:30到6:30的这个时间呢，可以来到我们的南势图，然后来参观选购我们的庇护商品，以及我们晴天坊的一些首创的创意作品。除了丰富的刺激活动之外，现场也有 DIY 体验、街头艺人的表演、消费满价送好礼等等的好康，欢迎大小朋友小只来佚佗，采买充满台南元素的创意商品。南天新闻台新闻采访报道。